你也太菜了吧，这一关用盾反不是随便过吗？手柄给我，我来帮你玩。松手，松手，你要是再不松手，我就要趴在你身上手把手教你玩了。哎，最近都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，妮诺我都有点想重新玩玩代号 Duck 了。这大概就是臭豆腐游戏吧，滚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